好，当然对眼睛好，不是光黑豆，有各种的方法。佛教讲因缘所生法，它是当然，如果站在烟供，这是一个其中的方法。所以有时候有黑豆豆浆，那你眼睛不好可以布施一下，但眼睛不好还可以点灯等等。再来麦片、小米、糙米，对胃好，因为各位大家有在做烟供了，那你就加一点，回向给胃不好的人。那话又讲回来，怎么做？来，当愿众生消除胃痛，同成佛道，那这个功德最大。你布施一点点小米、糙米，回向给众生。那各位，小米、糙米不见得你要做烟供，如果你家不能做，那怎么办？喂小鸟啊，喂鸽子啊。我觉得小鸟、鸽子很厉害，像我借在新店住，那里面巷子小小的，放几颗米，没多久鸟就来了。然后你不放，它就外面给你啾啾啾啾啾啾。那你就放吧。哦，这么远它也知道啊！这些小鸟，它们每天巡视都在巡视的，一定地方有，它就会经常来啊。所以布施食物给动物，那你麦片、小米、糙米，它们都很喜欢的，喂好喂好。再来供煮好的菜，得神明护佑，所以一般拜神要煮菜啊，煮好的菜得护法神护佑，供养白米，粮食丰富丰足。所以各位多供白米，白米供完以后送到那些恩友基金会啊，对不对？他们要煮素食便当也可以啊。那个人因缘，大包小包都好，哪怕一碗米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做供养，所以那自己家里粮食丰富丰足，再来供养饼干。出生在庙位之地，你家就是食品工厂啊。出生在台湾有没有叫庙位之地啊？台湾菜好不好吃啊？寿星后家不，全世界都认识台湾啊，素食好吃，那也代表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很喜欢供养好吃的饼干呐。台湾的饼干好不好吃？真好吃啊！所以各种各类的饼干，那各位多用饼干供佛。不过饼干如果供佛，稍微看一下，今天有带来吗？哦，那没关系，今天各位可以拿一包回去，好不好？免费赠送，以后你自己买，因为一点点，你点烟供，哎，点一个给我吧，烟供小小的，你加一点点，哇，很香的，这个是椰蓉，椰蓉，我们这次请了很多，我跟你讲说，中华国际施食协会要拜佛，要送给穷人，顺便帮你们打广告，哎，有道理，打广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是从泰国跟从菲律宾进口的。啊，后来那老板说："那你要不要大包的？这样他比较省钱，整个进口就交给你。"我说："大包不好送啊，这个好送，对不对？因为比我们买的烟供粉便宜，对吧？差很多啊。但是各位可以等一下可以拿啊，所以你拿这个去供养别人，等于供养椰油啦，对不对？椰奶啦，最好的味道啦啊。再来供花生。"除小孩病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供花生会小孩病苦，因为小孩喜欢吃花生吧，所以供花生，小孩生病多供养花生，很简单，不做烟供养，一整把就往后花园撒出去就好了，鸟会把它吃掉，我先供在佛前，供玉米，这个女生就喜欢听了，体态丰满，哎，你大概过去没有供玉米哦，体态不。这荣辱这个最快了吧？告诉你女儿供玉米，买那个肥一点的啊，体态丰满。再来供糖果，得别人赞美，这个最重要啊。所以得别人赞美，互相称赞，不要互相批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一直供养糖果，别人就不会批评你。各位多帮我海涛法师供养一下，我经常被批评啊，我也不是做坏事啊，是因为，因为放生的问题、烟供的问题，我现在加一加，各位等一下就闻一闻味道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让样卡，等一下，以此烟供，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善神，供养六道众生，供养冤亲债主，消灾排位。是冤亲债主，往生牌位，同享功德。嗡啊吽。
好，我们就闻一闻味道，然后请他们排位跟我们绕一绕，哎，那就绕一绕，然后就拿出去了，哎，最好拿去三楼绕一绕，帮我们超度一下，看人要让你去吧，那个要结善缘，你要跟他结善缘，讲说哦哦，你们没客人了，我们帮你去绕一下，哦，那这样就慢慢的超度超度，你们身体健康，老板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哪一天就会多提供一些素食产品，哪一天说哎，你老卡十五贵，干嘛供养五斋？你不了力，哦，素的，我会请他说不用供养，你煮一份日本素食料理，八度那功德就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像日本料理超度所有吃日本料理的，超度所有日本人，对不对？供养一份那就不错了，不供养干嘛？自己买啊！所以各位下回法会呢，我们要请兄弟买一份日本素食料理，替他们消灾，那这些日本众生就得度了。再来，所以供养糖果得别人赞美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这个人不会称赞别人的，各位多供养糖果甜品给人家就对了。再来，供养红糖不缺血啊，消除贫血，贫血就缺红血球了，供养红糖，供养蜂蜜惹人喜爱，人缘好，没人缘就听一下哦啊，修行的没人缘就感慨哦啊，供养蜂蜜，供养红豆，求感情，我看我们不用了，求慈悲啊，让自己悲心更强。再来供养绿豆，绿豆就是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平息吵架争吵，这个有道理的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以后，你不是说按照这上面，而是说某一种食品、某一种东西特别能够啊，让我们血气好，让我们想那个东西拿来供养，就得到那个功德了。那个火气大，那我们买杨桃来嘛，对不对？啊啊，身体太寒冷的哦，那你可以供养那些可以生热气的东西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再来供养葡萄，子孙兴旺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去拜诸神娘娘，就多买葡萄去啊，不是为你自己啊，希望大家求子得子，对不对？替他们供养，就变成大乘佛教了。再来供养凤梨，不招小人，凤梨刺刺的嘛，所以不招小人，破除夫妻感情障碍，不会有小三。供养凤梨跟榴莲有点一样，所以供养榴莲破除人缘障碍，榴莲也有刺刺的，还很臭，可以消除人缘障碍。供养年糕黏黏，讲话有人听，替我多供养一下年糕啊，不然我讲话没人听。现在我讲话是有人听了，但是听不进去，对吧？卖手机啊，讲几天也不好啊，所以供养年糕。再来，我们做烟供，各位不能放松树。因为在不丹尼泊尔看到上师来，一定会用松树做烟供，那个是希望帮这一次法会帮上师除障碍，了解吗？就像胃病一样，把那些不好的赶走。但是我们做烟供就不能用松树了。但是如果你家里真的有障碍，那你就去拿一些松树烧一烧，然后就像我们在修瓦草这样，对不对？把障碍消除掉。松树是除障，但不能拿来施食。再来，癌症的人多布施中药，多放生。我们现在全台湾的药包是我们台北生命道场在负责啊。再来供养面包，出生外国的因做老外啊。供养苹果，样样圆满，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！我想各位一定很多，因为我上回问了。那如果有机会问更多，那了解更多，好。那我就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等一下还要再精进中卷下卷啊！我在这边随喜功德啊！那当然，各位最圆满的功德，最后还会慈悲回向消灾八度。那明天我知道板桥悲愿讲堂还要办，早上是八关斋戒，下午很重要，下午是尊胜佛母灌顶。啊，尊胜佛母是东土若无尊胜咒，如果我们没有尊胜佛母咒，恶道众生没有超度的可能。那尊胜佛母咒除了超度三恶道，他可以得到世间所有的福报啊，
所以他也是长寿发财咒，叫长寿三本尊 Om Purong Soha Om Amida。 那各位，如果你没有灌顶，那这一位雀果仁波切他真是一位转世者诸古啊，他是非常被尊敬的一位，只是这一次舍大切请他过来啊，所以我也请他多给我们做一些他修行的灌顶。那尊胜佛母咒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在密乘，在汉传佛教都一样，所以那天人要升更高的天，就是要帮他念尊胜佛母咒，所以他也叫升天咒、发财咒。所以你的眼睛看到任何人念 Om Purong Soha， 对方的业障消除，所以叫除罪咒啊。你的老公不听话，就把那衣服拿来念21遍 Om Purong Soha， 穿了这个衣服他离不开你，晚上睡不着要念21遍尊胜咒。所以尊胜咒的功德100多种，但是你得到一个灌顶以后有身口意的加持，那你等于像尊胜佛母一样，可以利益众生，可以利益自己。所以我这样鼓励推销，各位明天一定要去，好不好啊？尊胜佛母咒啊、那我为什么要推销呢？我这辈子啊，这个做梦没有梦过哪一尊特别厉害的，我就梦到尊胜佛母。我在还没有得到正式灌顶前，因为我看了尊胜佛母已经哇太棒了，哇这个咒那么厉害啊，然后我就看到尊胜佛母做梦，这是我没有骗你的，所以我敢讲。那后来就有机会得到圆满的灌顶啊。当然各位，你要超度一定要念尊胜佛母咒，我们大蒙山不念尊胜佛母咒超度不了众生。所以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从台北生命道场开始，明天灌顶完以后，那台北生命道场就要开始修尊胜佛母咒共修，好不好？长咒，长咒也不会太长啊，长咒是跟大悲咒一样而已啊。长咒念个3遍7遍，下回比赛会背的站前面啊、因为尊胜佛母长咒，有一位老格西拉着我的手，他知道我会念短咒，他问我会不会背长咒，我就。长咒不行啊，这长咒功德力太大了，他们没有一个不会背的啊。因为真尊胜佛母右手拿的是阿弥陀佛啊，也可以引导众生往生净土啊啊，所以他有8只手3个脸，然后他代表什么意思？那明天你们就灌顶，你就可以观想身体变尊胜佛母，以及他每一只手法器代表什么意思，口业跟意业的功德，身口意都能够得到啊，然后呢就能够真实去利益众生。所以我问一下，有得到过尊胜佛母咒语的灌顶的请举手。哇，是我诶，其他没有啊，所以你们应该要去。但是得到灌顶你没点点呢，你都不念的，那你灌了干嘛？那大乘佛教你得到灌顶，你就有那个义务去推动，去让别人得到这个咒的功德啊，因为你得到灌顶，你念给别人听一次，他就有像口传一样，他也可以念了。他念了以后得到感应的，要请他再去得到圆满的灌顶啊。所以念一次 Om Purong Soha Om Amida Ayodhati Soha 啊，这个很重要，特别念佛的人往生净土，然后呢特别天人高兴啊，念尊胜佛母咒，拿到看到花念尊胜佛母咒，诸天欢喜，发菩提心，升更高的天，天不会下三恶道。所以尊胜佛母经就从这边来。释迦牟尼佛有一次有一个天人快下恶道，然后他去找玉帝，玉帝找上帝，上帝说你要找佛陀，这样啊，所以他就来到人间，佛陀在恒河边，这个天人下来一跪，那佛陀就给他，佛陀就示现成尊胜佛母加持他，然后这个天人就升更高的天，他没有堕落恶道。所以那你要超度天人都可以了，何况超度地狱鬼道畜生道。所以尊胜佛母咒重不重要？所以尊胜佛母咒在文殊菩萨的加持，所以整个五台山都是念这个咒的啊，在推广这个咒，也是我们汉传佛教，更是藏传佛教。那藏传佛教对于尊胜佛母咒比较重视于长寿增福报，所以叫长寿三本尊。然后汉传佛教念尊胜佛母咒重于超度啊，并不是说他只能超度，只是汉传佛教没有宣扬他属于现世消灾天人的啊。那这是如果两面我们都学啊，更圆满。好，我们回家来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。